真觉得朕不会杀你，是不是？你大错特错了！天帝会逆贼为小宝，明日午时，与午门外斩首示众，斗他的妻妾子女一干人等，一律出斩！皇上，求你救救你可恩呐！放过奴才的老婆孩子吧！求你了，饶过他们吧！少玄子，今日晚间九点，中视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《鹿鼎记》精彩大结局。